不管你是谁的人，记住，这是五道口。童男，你保不住他。东哥以前帮过我，得人恩果千年记。陪同逝去了的梦，感想已从恋人们相互送，那以后的难言再也一样浓，食了茫然的风，情怀仍未动。什么意思哥们儿？吃不起菜啊？吃你的是你的荣幸。哥，他们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哥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没事，去湖南呗。喂，媳妇儿，我可能要出去两天。你不用管我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好，等我回来。怎么了，东哥？在家那边出点事儿。这回我他妈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东子，事儿已经出了，你躲你也躲不了。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记住，这是五道口。童男，你保不住他。东哥以前帮过我，得人恩果千年记。今天保不住，拿命也得保。今天你们谁碰他一下，我让你们走不出这个屋。你可以试试。好、哦，这事儿不算完啊，咱们走着瞧。真他妈晦气！给他女朋友打电话。爸，东子把我兄弟打了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要么交人，要么交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东哥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多想，在我这儿多待一段。当散心了。喂。喂，老公，家里出事了。别怕，在家等我。哥，你现在不能回家。他们去找你嫂子了，祸不及家人。那行，要回我跟你一起回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。救人。给脸不要。那我就给你个大嘴巴子。
怪我不客气，给我砸！谁敢动？别动！你兄弟都在门口蹲着呢，都给我蹲好了。怎么呢？听说你满世界找我，没完了啊？你人多就可以不讲道理是吗？是你兄弟先惹的我，我虽然大度，但事不过三是原则。你来我家里找我，你犯了江湖大忌。那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吧？道歉。对不起。听不见。对不起。滚蛋。不愧是仁义大哥。滚。不怕了啊。不是哥，就算让他走。兄弟，你记住，咱们出来混，做人做事以和为